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说，作为中华儿女，应该努力为国家的发展和昌盛作出贡献。他说特区政府会更加积极和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，发挥好一国两制下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，为国家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，亦都会引领香港青年更好地认识国家，培养他们成为爱国爱港的社会栋梁，贡献国家。